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经本第十二面。倒数第二行，三归五戒，使出苦海之精粮，去涅槃之根本。昨天我们在这里学习涅槃经上所讲四种大乐，极尽乐，无苦，从无苦开始，无苦，极尽，大智不坏，这是很能够吸引人的所以古印度有没有这个说法呢？有，虽有这个说法，可是没有一个人得到，就像在中国中国古德有说真善美，跟那个涅槃意思很接近后人又加了一个字进去，智慧，真善美慧，在我们这个世界谁得到了？我们可以说，除了佛与化身大师之外，没有人能证得。如果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这四个字有名无实。这是真的所以佛法传到中国很快的跟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成一体这是什么？真舍智慧，中国古大德了，识货一传来全盘接受了，立刻就融成一体了。实在讲是很了不起的一桩大事。在《大乘经》里面，把涅槃跟三德密藏融合成一体，大是法身，灭是解脱，度是般若，这就太明显了。涅槃就是法身般若解脱，这样三德秘密礼藏。这个就是自信跟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个意思
如来就是自性，就是本性。智慧是般若，德是法身。相就是解脱，啊，解脱就是自在啊。再说的详细一点呢，善巧方便，这从作用上讲啊。啊，这是我们当人自信。啊，当然，自体也。方等，《般涅槃经》里面给我们讲，涅槃有八位。有八种法位，这也是我们学佛的同学应当要知道的。啊，你看我们常讲“法位”这两个字，大家都很熟悉。啊，古大德也常说：“世位哪有法位浓啊？”啊，世位就是六道里面。人间天上啊，是什么滋味啊，美味啊，人间天上所有一切这些美味比不上法味。这怎么说呢？世间滋味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把它概括了，刺激。都是从外来的啊，五欲六尘呢，刺激你的烦恼，贪嗔痴慢，你认为这个是乐啊？殊不知啊，这乐中有苦啊！这前面说过了，世间没有乐啊。那佛给我们讲真话了啊，乐为坏苦。啊，那一种刺激麻醉，时间极其短暂。啊，过后之后，加倍的痛苦，不想法味。啊，法味前而言之，啊，《论语》第一句那是法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从哪里来的？那喜悦。从学习来的，学习什么？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这一定要搞清楚。那你一定要懂得夫子所说的两句话的真实意义。这两句话就是：性而好苦。这个重要啊，对古圣先贤有信心啊，喜欢啊，述而不足，完全依照古圣先贤教诲去做啊。为什么呢？那个教诲是道，你能够做到了，就是有德，你得到了，那得受用了。这个是有法喜啊！啊，大乘教里面给我们讲，这个法喜是圆满的，大般涅槃是圆满的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八种法味啊，不是一种啊。
八种法位。第一种呢，常住。这简单的说，为此涅槃之理，彻三寂而常存，护十方而常住，故曰常住。你看这个法位多浓，涅槃的离体啊，离如是。相还有例外的吗？那作用还有差别的吗？没有，一二三，三二一。理如是，相如是，用如是。三寂，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今天讲的什么？这个彻三寂以长存呢，就是今天讲超越时间啊，不是说过去有，现在就没有了啊，现在有，未来就没有了，不是的，它没有时间，它是真理啊，绝不受时间的限制。这句话用意很深呐。那我们讲现在有没有呢？当然有，就在现前呐。问题就是你的正德啊，正德说它长存啊，化身般若解脱啊，就在当下了。这是超越时间，下一句是超越空间。护十方而常住啊！十方、四方、四维上下，这超空间呐！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常住，这是真的，这就不是假的了。佛给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呢？它不是常住。它是无常啊！为什么叫无常呢？它有生有灭，这就是无常的，这就不是真的，是假的。佛法里面真假它有个定义，永恒不变的是真的，它会变的。这就不是真的。你比如像我们这个人生，人生有变了。从出生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它都起变化嘛。它不停啊！刹那刹那就在变从生到灭，这叫无常啊！这就不是真的真的是永恒不变。我们从这里这个定义上看，就知道我们这个身是假的。我们身边所有一切万法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树木花草无常，乃至于山河大地也无常。
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我们在天文望远镜里面去看太空，确实几乎每天都看到，新的星出现了。那天原来没有星，现在有个星出来了。旧的星没有了。从前的流星现在没有了。这就是星球有生命。佛法里面讲世界，星球讲世界，尘诸坏空啊。天天有啊。时时刻刻都有啊。这星球太多太多了。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肉眼看不见。所以叫无常。万法无常。这万法是我们自性变的，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无常。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佛教给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别牵挂他。为什么呢？你牵挂他，那叫迷惑。你迷了，你不知道事实真相。为什么呢？他刹那变化，你决定得不到他。你要想控制他，你要想占有他，你要想得到他，那是你的幻想。决定不是事实。所以觉悟的人他得到解脱了，他证得涅槃了。为什么呢？他晓得事实真相，他不放在心上。他对于一切万法他没有占有，也没有控制，也没有希望得到的这个念头。所以他心是清净的。他心是定的，那个心是常住的。他是真的，其他没有一样是真的，只有心是真的。那我们在心上起了这一层妄念，这个就是我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假的，这叫妄心，这不是真心。把这个东西去掉啊，真心就现前。真心就是此地讲的大般涅槃。发生般若解脱现前了。这个东西一现前了，大乘教里面就说你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虽然成佛，发生般若你统统得到了，可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所以十报土、十法界，还是会刹那刹那现前。这随现前怎么样呢？随现前的时候你已经跟他不发生关系了，你完全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你像以往那些化身大士一样，历思练心的，大菩提心现前。普度众生，那个
大乘教里面，佛还加了两句话啊，普度有缘众生，这两个字很重要。没有缘，你度不了他。为什么？他不相信，他不接受啊，不是你没有能力，他跟你们有缘。啊，那怎么办呢？佛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广结法缘。啊，一面度有缘众生，一面呢，跟自己没有缘的结法缘。这个接法缘就通常用的四摄法了，不是爱于利行同事啊，跟一切众生接法缘，十法界啊，上面从佛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诸位要晓得。他没见性，下面到恶鬼地狱出生，广结法缘啊，你才能成就普度啊！啊，菩萨广度众生。注意点晓得，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不信，完全是缘，缘具足就现身，缘不具足，这相就没有了。不是自己在做主，自己要在做主啊，你就没出十法界。为什么呢？十法界里头有我，十法界之外没有我了。啊，不但是四相破了，啊，诸位要晓得，破四相，四圣法界就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怎么知道？在《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啊，须陀洹，佛称他须陀洹，他自己这么说，他自己不以为他是须陀洹。那为什么呢？自己以为是须陀洹呢？你看，他就做了我相。嗯，我证了须陀洹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须陀洹已经把身见断掉了，不再执着身生活了。啊，所以对立的念头没有了。小乘粗口，我们不能不尊敬啊。啊，虽然小小果啊，六到二十八层天都不能跟他比。二十八层天是有功夫，它是定功啊，它是辅助啊，并没断掉啊。小乘粗果断掉了，啊，没有这个念头了。如果提升到。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超越六道了，那就明心见性。由此可知，破四相为见性，到见性的边缘，
啊，没见没真的见性，是见破掉了，才真的见性。啊，所以我们讲破四相是小乘啊，破四见才是大乘，法身菩萨。啊，破四相呢，就是十法界里的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破四相。啊，脱离了这个十法界，啊，证得一真法界，就诸佛的十报庄严土，四见都没有了。啊，那是真佛，那不是假佛。啊，所以时间空间不是真的，没有这回事情。啊，那佛菩萨应化在六道，有没有时间空间？有，怎么有的呢？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这个东西从哪来？从执着来的，啊，从执着，从分别。执着重，分别轻。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能够摆脱时空，你说多自在。这个法味都懂。啊。真的生欢喜心啊，自信长存啊，啊，常住啊，啊，虽然长存常住，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啊，你要有个念头了，那错了。有个念头说，你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还算不错。你在十报庄严土，啊，我们也称它做一真法界，因为它不是十法界。如果这个里面再延伸出分别执着，那就十法界就现前了。啊，严重的执着，四圣法界就变成六道轮回。啊，更深层次的执着，六道里面就又变成了三途。这些四理，我们细心、冷静的。去看现前这个世界，你立刻你就能体会到，现前世界是去向是走哪个方向、哪个目标呢？三途。啊，往三途这边的移动啊，速度很快。似乎没有力量把它阻止，啊，让它停住，他就没有看到有这个力量，啊，这是什么力呢？众生的业力，啊，第二，即灭。这是说这个涅槃之理极具无为，
大患永灭，故曰即灭。这是第二个法门。啊，即灭，即觉就是即灭的意思。无为，你看，无为都有理了，何况有为？啊，大患是什么？大患是生灭。设法界是生灭法，我们有生灭的念头，就有设法界。啊，所以大乘教里的佛常讲：生灭灭已，即灭现前。那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这个境界是十报土的境界。啊，为什么呢？还有极灭现前。极灭就是无为。到极灭也灭了，那你就真的回归本源了。啊，还原了，你就归到那个源头了。这个源是什么呢？这个源是自性。啊，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讲的妄尽还原。啊，有为无为两边统统立了。大患永灭，真的还原了，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就是大般涅槃。这叫寂灭，但这个意思多好。啊，第三呢，不老。为什么？为此涅槃之理，不轻不变，无增无减，故也不老。啊，《般若经》上常讲这个四句啊。它没有变化，大般涅槃没有变化，它不是生灭法。在圣，他没有添加一点，在凡，纵然在阿鼻地狱，他也没有减一分，啊，不增不减。啊，老是有变化了，啊，变化从哪来？全是从生灭心来的，念念不相同啊，人会变衰老，因为他分别，他执着啊，随着年龄增加，
这就老了。啊，外面境界呢，马上就老化了。啊，真的，境随心转。啊，有些人年龄很大了，精神、体力、容貌还不衰，这什么原因？你也可以去调查调查，去访问访问，这些人肯定是烦恼少。妄念少，啊，心地清净自在，没有忧虑烦恼，啊，纵然有很轻。这道理讲得通吗？所以他不容易看到老化啊。那么还有不少人是未老先衰啊，四五十岁的时候看起来就像老头了，就已经老化了啊。这什么原因？烦恼多，忧虑多。那他身体自然就老化了。我们细心观察了，都在眼前呢。啊，千变万化。佛门，还有一些宗教，修行。重视禅定，它有道理啊！禅定放下这些境缘啊，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啊，放下攀缘放下忧虑，放下牵挂啊，我们说的更透彻一点是放下执着，放下分别啊，更重要的是放下对立，养成心平气和，你就不衰呀。第四个是不死啊，六道众生没有不怕死的啊。事实呢，事实里确实没有死啊。这里说为此涅槃之理，从本不生，精义不灭，故也不死。这话讲真话，从本以来，他有没有生？没有。啊，一切法不生，既然不生，哪来的灭？没有。这个事实真相，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最清楚。现象到底怎么回事情？啊，一切现象
都是从心想生。念头叫心想啊，起心动念，心一起，念头才一动，整个宇宙就出生了。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出现了。那是不是真的出现呢？没有。它比做梦那个频率还要高。为什么？梦我们能觉察。晚上做个梦，醒来之后还挺清楚。能觉察，就它的频率不是太快。我们能够意识得到。而起心动念这个频率太快了，快到我们不能觉察。他真有。什么人能觉察到呢？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八地菩萨，八地叫不动地。由此可知菩萨定功的深。接近本性，本性是不动的。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个在大乘教里面叫自信本定，没动摇，自信本定。八地菩萨接近自信了，你看往上去，九地、十地，等觉是十一地，妙觉，四个位次。真的接近妄尽幻缘，极其微细的震动，他能够感受到，清清楚楚的感受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秒钟，1280兆，这样的程度，一秒钟里头震动多少次？1280兆次，八地菩萨能感受到。那往上去，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所以佛经有讲啊，不生不灭，就讲这种事情。生灭同时，也是讲这种事情。楞严经上讲，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还是讲这种事情。他一生命立刻就灭掉了，你抓都抓不到。你还没起念的时候，他的生命不晓得多少次，
得这个道理，一切法本来不生啊，所以它也没灭。哪有死呢？哪有这种道理？我们今天在六道，六道里的有没有生死？说实在话，没有。只是不断的在换身体，所以你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你心就定了，你真能放下了。你放的越多，你证得越深。烦恼慢慢消融了，没有了。智慧呢，随着增长。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我们今天放不下，是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事实真相才是应该要放下了。放下不是难事啊。真了解一切法不可得，放下就是帮助自己提升，彻底都放尽了，那你就达到究竟圆满了，妄境还原了，回归到常寂光。究竟圆满，我们早年初学佛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在学佛前二三十年，这些问题常常在脑海里面盘旋，总是有疑惑。回归到常寂光还起不起作用？还会不会是道家慈航？硬化在六道，好像没有了。又听说古大德说了一句话，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流祸运生，也就是最后那一品生相无明，他确实有能力断，他不断。为什么不断呢？留着这一份迷惑，来帮助十法界的众生。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我们读到毕业班了，确实有能力毕业，一毕业不就离开学校了？学校就好像十法界，这个人慈悲。我考试故意不及格，让我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帮助同学们。这个以前听的这个话点头，这个有道理啊。诸佛菩萨证到究竟果位，
他这一招就显示出他的大慈大悲。这一个观念在我们学佛过程当中至少是三四十年。现在搞清楚了。有没有这个必要？没有。不必要。那就是常寂光与设法界有没有感应到？叫肯定有。我们从江本和圣博士的水实验得到了科学的证明。流祸运生是古大德的方便语，叫初学，初学人不懂啊，用这个暂时安慰安慰他，逐渐逐渐他就恍然大悟了，就像佛经里面说诸佛菩萨说法，黄叶之体，是善巧方便的，叫小朋友别哭。地上捡一片树叶，落下来的树叶，这个很值钱，黄金，你可以拿去买糖吃。小朋友拿到树叶就不哭了，目的达到了。到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大人做的没错，目的是叫我们不要哭。是不是真的假的？不必去执着。这是个阶段性的。那么诸佛菩萨教化众生，阶段性的多。即随身二谛说法。这随身四谛。不是说是假话，方便叫善巧方便。到你程度向上提升了，再给你讲真的。真谛。讲真的跟你说，没有生死。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所以大乘教里面讲啊，不二法门呐、你看生死。来去是二。长断是二。不是没有二啊。所以才叫一了。禅宗里面所说的。十得一万事毕。这就是。宇宙之间只有一，没有二。那个一是什么？一念。一念是能生一切法，能生万法。可是那一念的时间很短。那这一念没有了，万法就没有。可是在第二念头又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宇宙的现象是一念一念一念的相续法，还不能讲相续，相续那是一成不变的，它就有变化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是
相似相续法，啊，相似相续，啊，绝对没有两个念头完全相同，找不到，啊，相似相续，或者生罗万象不可思议，啊，这是什么道理？自性里的本来具足，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这个道理。”啊，像万法同源，理并不复杂，现象作用。无量无边无边，无数无尽，心得不可思议。